谈起来的哈，社区的这个志工的研习啊，主要的课程的是模块式，那这个玻璃彩绘这个活动，那期盼啊，啊，借由今天的这类活动哈、啊，让这个啊小关节的这个运动啊，啊，这个能够增加我们这个手眼的一个协调性。啊、哦，那除了能够训练这个手眼的这个协调性之外啊，也可以让我们这个志工啊，能够啊创造啊属于啊自己的一个特色的一个啊纪念品啊拿回家啊，共同来去创造啊，让这个资源再利用啊，共同为这个环保来尽一份心力。谢谢。啊，当他们学习完之后呢，再回到各社区呢，能够呢教导那个每个社区的长者。这也是每个社区在我们交际乡18个村的社区里面，这些长者是他们的福气啊。村民哈，啊，咱嘛第三个感谢感谢哈，社区来参与这个活动哈，这个活动非常有意义哈，把伊今仔所学的物件，互转去呢社区发扬光大，最后嘛祝福大家哈，啊，谢谢。因为它会干掉，所以你把整只都刷平之后再去拍的时候啊，它其实化不开。好，轻拍。你看它的手的稳定性是非常好的，这时候平衡的，对不对？然后可以从中间，对，然后换颜色的时候可以擦掉。大家身体健康，谢谢大家。